俾曬啊！順多謝利演出我追風，有冇好唔捨得啊？而家好唔捨得，我覺得因為我知道開紅館係好難，我係等咗11年時間啦，咁所以我喺個台度每一分每一秒，我好享受。咁所以我唔會 expect 即係下一次會唔會有得開，咁所以我而家就係今晚好陶醉，好開心。我希望即係所有嘅 fans 或者朋友，你哋所有人嚟支持我，多謝你哋，真係多謝。都好叻仔，忍住冇喊噶嘛。我今晚我唔想喊，因為我爸爸琴日咧。我爸爸好好嘅，但系佢琴日就同我講咗一句，佢話你唔好喺個台再喊啦，人哋唔係俾錢入嚟睇你喊噶，你喊咗幾次啊？你可唔可以今晚唔好喊？咁我頂住我話唔好喊，唔好喊，唔好喊，咁就好彩冇喊到。但係有時真係控制唔到自己情緒，因為真係嗰種感覺係你好想要一樣嘢，你好努力去爭取一樣嘢，而終於得到嗰種感覺。是我講都講不出口，我只看到他們的聲聲，他們每個人的掌聲是令到我很感動。你唱了一些舊歌的 medley， 有沒有回憶回當時自己？都有的，但是有點緊張那一刻，因為我是臨急臨時想緊，哎呀，因為我又不想令到我的 fans 失望，因為他們之前都說，哎，你會不會唱一些舊歌啊？你成日都唱一些新歌的。咁我就係咯，臨急臨時就尾場就做一個 medley 送俾佢哋咯，係啊，係啊。會唔會今晚翻屋企先大喊特喊啊？攬住我啊，我真係唔知道，我覺得我見到媽咪爹哋嘅時候，我會想喊，因為我見到媽咪咧望住我，佢嘅眼濕濕，因為我諗佢都好感動，佢哋真係經歷同我經歷咗好多好多嘢，佢哋而我出道嘅時候到而家，佢哋見我嘅。見到我的低潮啦，即係頭先我都講，爸爸都係工作緊，因為佢都好擔心，佢都知嘅，即係佢成日都會同我講，係你好好，即係好彩簽咗個好公司，可以開到紅館，咁但係依樣嘢係唔會係永遠嘅，即係冇人知道，即係可能有好多嘅人可能開咗一次，咁就第二次就冇，咁所以你個人千祈唔好囂張，你一定要 humble， 要繼續努力，要再做得好啲，所以爸爸係。教我一樣嘢，所以我係好感恩。會叫我爸爸可以退休啊？而家梗係未啦，唔係因為依行係真係好被動啦，同埋收入係唔穩定嘅。即係你可能依一排、依一期可以，哇！好多人好中意、好 hit， 但係冇人知將來會點。你淨係可以好努力去做你自己最好嘅 ，give your best， 係咯。佢又嗱，坦白講，佢翻咗嚟，我都冇見過佢啊。我見過佢幾次，但係真係，因為佢住酒店嘅，咁我就我要 prepare 我的 show 啦，而有好多嘢，好多要準備，每一日都係哇準備一樣嘢，要去嗰度要準備，又要去依度，咁就好多嘢要 get ready， 咁所以就基本上冇乜時間，但係我希望佢唔好呷醋咯，係啊，因為。即係攬翻嚿盤咯，我會啊，會啊。多啲有跳舞啊，我幫住佢面前同阿明晶 BB。係咯。但係我諗佢都知道係工作嘅，我希望佢唔好呷醋。Actually 唔係佢呷醋都好。我唔係好衰啊 ，sorry， 冇啊，冇呷醋。話俾你聽，即係睇完。佢就係佢有 text message 我，佢話：哇，個 show 好好睇啊！佢好 proud of 我啦。咁但係。明星嗰一 part 或者其他嘢，佢都冇未傾。我諗我哋之後嘅 show 會坐低仔細再傾一傾。完咗 show 會唔會同佢去邊度啊？會唔會去邊度？我哋冇傾話去邊，但我想去邊咧。我好想食個 burger 啊。因為我操咗好耐啦。我又唔係操咗好耐，但係係好短時間就要節食咯。咁就成日都就係好好嘅，就係 Michael 哥哥啦。佢嗰個表弟好似係做一個火鍋嘅一個餐廳啦，咁佢就日日就烚啲牛肉俾我啦，就咁就食白飯啦，食菜啦，咁初我覺得好難食，咁佢就話，我就問佢可唔可以，即係有冇嘢可以點，咁話佢就話啊好啦，安排啲豉油俾你啦，唔好多啦，咁所以就都要多謝佢啦，咁就要節食，咁所以希望可以好快食 burger。你隻鼻係點樣？係咯，隻鼻點樣操出嚟㗎？我其實我鼻都冇乜嘢睇啊，我都要再努力啲㗎。
唔係嗰一嗰下，因為喺後台蹦蹦蹦咁就有少少咯。哦，即係臨上台前做 push up。要啊要啊要做喎，係啊。係咪話即係打練打鼓練到隻手傷？係啊，因為我自己唔係好識打鼓嘅，有時會用錯力咯，咁所以個手就有少少損咗。咁但係我覺得值得，主要係我啲 fans 觀眾睇得開心，咁我覺得佢哋開心我開心。係。兩樣嘢都好難，但係跳舞就需要多啲時間，因為我一個 move 咧，即係好簡單嘅 move 咧，我需要多啲時間去把握，咁所以都要多謝排舞老師霆鋒，因為佢講咗好多好多次。其實我哋啱啱入咗紅館嘅時候，其實我都緊張啊，因為我都甩嘅，係最即係咁啱係第一個 show 就好彩都把握到，所以唉多謝個天。呢個 show 你覺得普通話更加難？哇，普通話好難，但係我覺得只要係明晶聽明我講到嘅嘢咯，我唔知佢應該聽唔明啊，咁就要再努力啲啦。咁好多人問咧，就係阿明晶係你自己諗住請啊，定係公司人提議咧？其實公司提議嘅，因為我初其實我自己都有覺得哇，即係我冇諗過可以請到明晶，因為明晶應該係個 schedule 係超忙啦，而我都諗緊，哎呀！如果即係同明晶跳舞，而好多男仔或者男士，佢哋應該會即係好羨慕我，會唔會即係攞啲雞蛋掉我咧？我嗰下有諗過，但好彩冇，所以就 OK。你係唔驚女朋友掉你，係驚你？我唔知道，我都驚，我有啲驚。哎 ，sorry， 依個就係啲啦，唔好意思。我都驚，其實我都驚嘅。咁就做嘢好難，好難避免。係啊，係啊。咁至於學友咧，學友。我好感動，因為我第一次真係認識廣東歌就係聽學友嘅歌。咁點解會聽到係因為，因為我爸爸係超級超級中意學友，係佢超級 fans。咁嗰時爸爸就會成日都模仿學友啦。咁但係就唱得好差。咁但係我唔介意，我就覺得哦依只歌好好聽。咁於是就我會抄爸爸嘅 cassette 帶，咁就聽學友啲歌，咁樣先去學識廣東歌或者學去。係啦，學音樂。嗯，係。今日請咗 MC 做嘉賓喎，同佢咪惺惺相識啊？之前。哇 ，MC 好，即係我係好幸運，可以同佢即係幫佢寫咗咁多隻歌啦，寫咗兩隻啦，而佢就即係佢啱啱幾個月之前啊，開 show 嘅時候，佢就邀請我做嘉賓，咁我就即係趁即係依個機會，我就 look 翻個 card 話。你可唔可以做翻我嘅嘉賓？你即係冇可能 say no 啦！我做咗你嘉賓，咁佢又 OK， 咁佢就嚟 support 我咯。跳翻學友嗰度先，咁係啦，因為學友話應承你做嘉賓喎，下次幾時試 next time？ 如果我開紅館啦，如果我個 fans 或者啲朋友繼續支持我開紅館，我一定會落力去做。咁學友嗰度我都唔需要太大個期望。我驚我會失望，但係佢真係好好，多謝學友。如果你睇緊呢個訪問 ，thank you， 想送心心俾你，但係我個手送唔到，所以我個心喺呢度送俾你。但係佢話你值得付託終身喎，覺得呢個讚美真係好。我真係，我有時都唔知道，我覺得我係好幸運，因為有好多人好錫我，即係我覺得係由我簽入邊依間公司五年前。慢慢就啲嘢越嚟越好咯，而我都知道即係珊珊、小 J、Mandy， 所我經理人所有嘅公司同事係真係全靠佢哋，而慢慢我見到即係好多身邊朋友fans 係見到我嘅努力，而佢哋好支持我，所以多謝大家，多謝學友。會加快你嗰個進度啊，付託終身嘅進度。我同女朋友啊。不知道啊，我哋睇下今晚傾偈先，傾下點啊？可能佢嬲咗我同明晶一齊跳舞咧，我唔知道啊。你真係買塊怪玻璃嗰啲？我驚㗎，我驚㗎。佢戥我開心嘅，但係我唔知佢有即係佢真正嘅反應係點，因為真係冇傾過，係啊。但係佢都，我諗佢都會呷醋嘅，有少少。咁樣拍舞咯，咁樣點樣氹佢啊？冇諗過。係。我真係冇諗過。我真的沒想過不知道啊。好啊，好啊，不用了，你快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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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